聊斋志异第一篇，这是晋城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聊斋志异，蒲松龄著，第一篇，考城隍。余子杖之主宋公，会道，亦领生。一日病卧，见吏人持牒。千白颠马来，云：“卿复是。”公言：“闻宋未灵，何惧得考？”吏不言，但对促之。公吏并乘马从去，路甚生树，至一城郭，如往者都。移时入府界。公事壮丽，上座十余官，都不知何人，为官壮谋可识。檐下设计，蹲各二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，公便与连间，几上各有笔札，额题纸飞下，视之有八字，云：一人二人，有心无心。二公文成，成殿上。公文中有云：有心为善，虽善不伤；无心为恶，虽恶不伐。诸神传战不已。赵公上谕曰：河南缺一城隍。君称其志，公方悟，顿首泣曰：“汝应宠命，何敢多辞？但老母七旬，奉养无人，请得终其天年，唯听录用。上依帝王相者，即命其母受疾。”有长须力捧侧翻约一过，白有阳算九年。公愁除奸，官帝曰：“不妨令张生设传九年，瓜代可也。”乃谓公：“应及妇人，今推仁孝之心，给嫁九年。”及妻当父相照，又免立秀才属语。二公齐手并下，秀才握手送诸郊野，自言常山张某。以诗赠别，都忘其词。终有花有酒，春常在；无烛无灯，夜自明。之句，公既齐，乃别而去，及笛里，或若梦物。时卒已三日，母闻关中呻吟，浮出，半日始能语。闻之常山国有张生，与是日死矣。后九年，母果卒，营葬既毕。患着入室而没，其月家居城中西门里，忽见宫楼英珠坟，与马神众，登基堂，依拜而行。襄公惊疑，不知其为神，奔寻襄中，辄以莫意。公有字迹小传，昔乱后无存，此其略耳。完。